湖中的神秘建筑，里面到底有什么？海底的废墟又是为何？追杀深海猎鱼，探索事件真相。我是一个海上的流浪者，同时我也是个先锋侦探员。今天我就要前往一处信号点，探索那里的秘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鬼头。噔噔噔噔，这里就是我扩建的木筏了。怎么样，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炫酷？我将我的木筏命名为狂炫酷拽爆的小鬼头的钻石梅利号。怎么样怎么样，是不是听起来就很厉害？其实这个游戏也是有主线任务的，我们也是时候推进一下了。这个蓝色的点就是我们的目标，今天我们就前往第一个任务点。杨帆起航。兄弟们，现在出了一点小问题，这个帆现在我只能用脚慢慢的滑过去了。哦，快看前面的这个轮廓，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的目标了，冲冲冲！ Later。 终于是滑到了呀，这个地方看起来像一个废弃的信号站一样，这些房间里面的东西都散落着，一定发生过激烈的斗争。这个塔外并没有什么损害，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。他们到底为什么会打起来呢？还是在这样的大海之上？我刚刚捡到一张字条，拯救世界的任务就算交给我们了。拯救世界，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下面写猫头鹰和我们进行了无谓的抵抗，这个我是谁啊？看来确实是他们发生了争执，我感觉这里还会有更多的秘密，我们再向上探索吧。现在我爬到了这个信号塔的最顶端了，在这个小房间里面也发现了两张新的字条，一些物资和一个头灯的蓝图。这个照片是有四栋大厦在海面上，我感觉这大厦绝对被海水淹没了一部分，这些只是他们露在海水上面的部分。杀乌托巴，这个词是空想的国家的意思吧？难道说这几个大厦就是他们的理想的世界？我之前还收集了几张字条，现在再来看一下吧。这一切还没结束，难道说我也有机会拯救世界？这个我是杜鹃，我也是这世界的一份子，我也要为拯救这个世界努力。这应该是新的坐标了吧？去到这里，我应该就可以再次找到关于他们的线索。哼哼哼，我也要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。向着目标8474出发。拯救世界的英雄小鬼头来了，起航！